夏天来了，你需要一件与众不同的外套。你没有听错哦，正是夏天。为什么？夏天呢，外面有大太阳，然后呢，你可能急急忙忙的跑回室内，跑回办公室的冷房的时候，这时候的温差的急剧变化，你就需要一件外套来保护你。那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两年防晒啊、抗 UV 的外套，每一家都有很多选择，但是 Play Me 能提供给你的就是从版型、颜色到材质，方方面面的与众不同。首先呢，版型非常的松，你看我的手臂的 armhole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近几年的大家里面的 T 恤、衬衫都喜欢穿 oversize 啊，喜欢穿宽袖的这样子的剪裁啊，这是第一个让你与众不同的地方。第二个，它的颜色。Play Me 定番的颜色就是各种混着灰的色调，不管是蓝蓝灰灰的、粉粉灰灰的、白白灰灰的，这些颜色都是让你与众不同的关键。最后，它的材质当然是透气，也有抗 UV 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即便是你想选择一件防晒抗 UV 的外套，选择 Play Me 的防晒抗 UV 外套，就是让你与众不同。要与众不同呢，在搭配上Play Me 建议你以下三种很棒的搭配方式。第一个，你可能在日常上班的时间呢，不管是你们穿 T 恤或者衬衫，下面搭配长裤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一款外套呢，来凸显你的上下半身的比例。那看起来呢，不会太休闲，那又有一点适合上班的日常工作的氛围的场合。那第二套呢，如果是今天可能有机会去到户外，去海边的时候，下半身搭短裤的时候，这样子的休闲氛围更适合搭配这一款的防晒抗 UV 外套，上面短，下面也短，显得特别的轻松、舒适又自在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哇，防晒抗 UV 外套好像没办法跟其他的风格做搭配，完全没有这个疑虑。这一次我们要建议你，就是利用这样子的外套呢，来搭配带点军风、工装感觉的搭配，你会发现这样的冲突感其实完全无违和。为什么？一样运用比例，运用这一款防晒抗 UV 外套的颜色跟特殊的材质，就可以轻松的穿出以上三种我们建议你从日常休闲到风格的搭配。那最后呢，小小的提醒，因为抗 UV 外套它有特别的布料以及涂层，那清洗的时候呢，其实不用太频繁的清洗，千万不要每天洗它哦，一周一次两次就可以。再来呢，千万不要去高温的熨烫，让它自然的在阴暗处风干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最后呢，如果说你在搭配上、在风格上，甚至在 Play Me 的单品上有任何的问题，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留言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Play Me 的影片还有 Tim 老师，随时欢迎你，拜拜。